原定17:48开往潮州方面区间车，今天改在2月台B侧，今天改在2月台B侧上车。高路客发现17:48，17:48，可用潮州方面的公交车，今天的是改至第二月台第一次上车。天人之之五四四区间车，车到第一月台进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9:12经由山线开往潮州3261次。区间车停开，各应客安好，十九点十二分进入山线，开往潮州3261次区间车停开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8:16经由山线开往潮州3251次。新车停开，各旅客安好。18:16进入山线，开往潮州3261次区间车停开。各旅客，潮州3947次区间车，请到2B月台上车。各旅客安好。17:48开往潮州3947次区间车，车到2B月台进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22:15开往台南3991次区间车停开。各位旅客您好，20:42经由2714区间车停开。各位旅客安好，20:42进入山线，开往潮州3971次区间车停开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8:10经由山线开往后里3228次区间车停开。各旅客安好，18:10进入山线，开往后里3778次区间车停开。各位旅客您好，20:12经由山线开往新竹3248次区间车停开。各旅客安好，20:12进入山线，开往新竹3248次区间车停开。
上次开往二次观光列车，请到二 A 月台上车，更有客等候。十七点五十五分，进入山线开往第二次观光列车，请到第一月台，请车。